大家好，我叫香家宝，今年十岁，读小学五年班。因为宝的普通话发音好像广东话的包，所以大家都叫我做包包的。我家一共有四个人，他们个个都好锡我的。一向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我，最近块面竟然……哇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粒暗疮的？